绝对不能和毒品联系在一起。严之前你是警察，你在制造毒品。他才是真正的国际大毒枭。走。经过专家鉴定，此次你们在云城缴获的毒品是一个新的品种。这种病毒很容易让人上瘾，这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这种病毒是由化学原料直接合成。我们刚刚从联合国禁毒署得到反馈，此种类型的病毒在全世界也是首次发现。中国两个字绝对不能和毒品联系在一起。赵刚，其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这件事情你千万记住，毒品交易严重影响国家形象。我在此代表公安部禁毒局送给你四个字：任重道远。是。还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。有一个小问题。讲。为什么选中我？你是不是不愿意当这个特别行动小组的组长啊？不是，我就是纳闷，全国这么多缉毒警，有比我经验丰富的，有学历比我高的，为什么偏偏选中我？就是因为这个。这是你近几年在缉毒战线上的成绩，我跟几位专家调了许多你的资料，我们一致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局长，我有一个女儿，她没有妈妈，所以我……你孩子的事情我是知道的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会安排好的。赵刚，你记住，你的这个特别行动小组不隶属任何一个单位，直接对禁毒局负责。必要的时候，你可以调动各省的禁毒局的警力和资源。小案子和区域性的案子就不要管了，你只给我对付那些大案和这批来历不明的冰毒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局长，小组成员我已经给你挑选两个，就在隔壁等着呢。如果还有其他的需要，我会全力支持的。我那儿有两个人。什么人？一个叫苏葛，跟了我5-6年了，能征善战；一个叫杜志国，老警察，经验丰富。我相信你的眼力。赵刚，你记住，公安部直接调查案子也不少，但是像这次成立特别行动小组，主要依靠部里来抓的还不多，设备和经费你马上打个报告，但是能省你得给我省。是。好啊，我们到隔壁去看看。
你干警察几年了？没几年。哦，学什么专业啊？电脑。电脑。哎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孙铁，请问贵姓？来来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赵刚，原云城缉毒大队的大队长，现在是特别小组的组长。韩雪晴，我们禁毒局电脑专家。孙铁，公安大学研究生毕业，留校任教。其他的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来坐坐坐，坐啊。我的专业是档案学，在计算机和信息处理方面比较熟悉。我的专长是痕迹学。痕迹学？对，痕迹学是用于考古、侦探等方面的一门学问。从古代痕迹检验经验到近代传统的痕迹学和现代痕迹学，都是刑事、民事以及行政执法的一个主要支柱。痕迹学的分支很多，比如有枪弹痕迹学和工具痕迹学等等。你在说什么？简单的说，就是根据现象发现不在表面的信息。比如说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中午吃的是肯德基。你怎么知道？怎么样，还有什么要求吗？我对你们要求很简单，就两个字，专业。给你们一天时间回去收拾行李，明天跟我去。一直没有再出现过。李江牺牲了，我们目前找不到任何线索。有没有可能只是过境的试验品？希望是这样，但直觉告诉我，这件事不会是这么简单。进来。局长，头，有情况。报案的是嫌犯妻子，作案半夜，他刚从外地回来，就跟他爱人发生口角，结果把他给打了。好，随便。哎，这个是刚才从屋里发现的部分毒品。副哥，送回局里化验。是。小安，孙铁，仔细检查每个房间。是。给我谈谈行不行？你是谁？你是领导吗？哎呀，你这给我谈一样，说说。领导同志，我这样举报算不算他自首？对他能不能重新处罚？只要你啊配合我们，我一定努力的争取。带他们两个正面堵，老杜跟我这边下，你们俩那边下。别动，警察！
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警察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你是属兔子的，是不是？跑啊！你就是跑到天边，最后还得坐到这儿。我们是头一次打交道吧？认识，是缉毒大队大队长赵刚，干缉毒警十多年，多次立功，可以说是云城警界缉毒警察的头号人。知道的还不少啊。干我们这行的，谁不知道他？俗话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我一直都想避免跟你们打交道，没想到今天还是碰上了，缘分。缘分呢？既然是缘分呢，我也不多费口舌了。你好好的配合我们工作，争取给自己留一条坦白从宽的道路。问吧，问什么？我说什么？姓名？刘大志，年龄26，外号老三，家住市南区2道口子87号。这些货你准备送到哪里去？给我根烟。说吧，货准备送到哪儿？送货地点？缅甸。昨天刚带进来，我只负责带货，到时候有人会过来接。接货人是谁啊？高石。你们接触多长时间了？从3年前开始，大小算下来，我已经帮他运了20多趟。这个主胃口挺大，每次的货至少20吨。他一般在哪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他是从开阳来的，这人挺精，没有确切的消息。绝不露面。你们的交货地点在哪儿？城北废弃的化肥厂。每次我们拿到货，事先在第二个仓库的2楼窗口放一张当天的云城晚报，当晚10点去就能见到高石。哎呀，阿姐阿姐，我哥呢？60多岁的人了，脑子还这么好使？跟您下象棋就没占过便宜。哎呀，我说六叔，你怎么还在这下棋呢？六婶找你呢。不下，再下呀？这么怕六婶啊？哎呀，哥，别下了。哎，哥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别老一天到晚一惊一乍的好不好？咱们那批货在云城让警察给劫了。小高呢？没联系上啊。你们的交货地点在哪？城北废弃的化肥厂。每次我们拿到货，事先在第二个仓库的2楼窗口放一张当天的云城晚报，当晚10点去就能见到高石。云城城北废弃的化肥厂。好，你马上搭飞机赶到云城，拜托了。事成之后我把钱打到你卡里去。好，肯定是他。
贺兰啊，一定是阿坤那小子搞的鬼。干什么你？他妈剁了那小子！刘尊，你甭管！干！你怎么又打我呀？你还嫌事儿不够多呀？你现在不是不知道，他已经爬在咱脖子上拉屎了。难道你就甘心一辈子在阿坤面前当缩头乌龟啊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他打的鬼？我，反正我不管，我就认定是他了。我一看那小子，我就不顺眼。你给我老实待着。我不待着。老杜，你待一组人，埋伏在这个位置。苏可和我待一组人，埋伏在这个位置。头，那我呢？你和韩雪晴等着化验结果，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汇报。是。挂了。这是你戴罪立功的唯一机会，别紧张，放轻松点啊。老杜。从这儿上去，散开。目标出现，收到。各组准备抓捕。行动，快！找到了，怎么回事？谁开枪？没人开枪吧？老总，上去看看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人怎么样？刘大志没事，另外一个死了。上面没什么情况。这是狙击步枪专用的弹壳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我明天让人把钱给你打过去。好。哥，怎么样啊？摆平了，暂时不要碰这东西啊。
那我们喝西北风啊。哥，你不会真相信姓丁的那套鬼话吧？鬼不鬼话的，用不了两天就会见分晓。哥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干嘛带他回来啊？带他回来就带他回来吧，又给他房子住，又大把大把的给他钱花，你是不是中他什么邪了？我看姓丁的那小子就是个满嘴跑火车的骗子。搞得跟科学家一样，你要真有本事，还至于到这种地步？刘大志家搜出的毒品化验结果出来了，是普通毒品，线索又断了。怎么样？这不可能啊！你是不是偷偷往里边放真货了？祝我们成功。这只是第二步，还需要再提成。你能成？大哥，明天我想出去一趟。好，我给你拿点钱，路上用。先生，欢迎光临 Bulgari。Bulgari 是世界著名意大利奢侈品牌，在世界各地都设有专卖店。很高兴能够为您提供服务。你好，我想买一份礼物送给一位特别的女士。我能冒昧问一下，那位女士是？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将来是我的妻子。那她真的很幸运。您准备买什么礼物送给她呢？我想买一条项链。能帮我推荐吗？可以。这款好吗？这款比较适合年轻漂亮的女孩。就它了。她被我们都变了，变得非常的可爱可亲。委员们在座谈中对该……这么早回来？不希望回来的早啊！太希望你回来的早。我今天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坐。我想开酒吧。你想开酒吧？你？对，我自己开酒吧。真的。要不我真的很无聊，每天在家除了看电视还是看电视。我觉得呢，不用讲，我知道你要讲什么。我觉得呢，我可以给你很好的生活，我什么都不用做，
衣食无忧，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可是我真的希望有自己的人生价值。开酒吧很辛苦吧？我不怕辛苦啊，别人能做我也能做，而且我很自信，我一定会做得很好，一定把酒吧做得很红火。你太辛苦了，我会很心疼的。那我的家没有事业，哎，人都说嘛，没有事业的女人会变老，因为她不自信。不想我这么快就变老吧？决定了。嗯。决定了吗？对。酒吧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。什么东西啊？自己看看吧。哎呀，我不敢看。挺好吃的。巧克力。带给我看看。我不，我换完衣服再给你跑遍了全城，就是想为你准备一份至少也让我满意的礼物。太不容易了，最后在著名的意大利珠宝品牌 Burberry 的专卖店里，终于才让我发现了这条能够配得上你的项链。 Burberry， Burberry， 谢谢 Burberry 先生。Thank you.
拉开。哎，四宝啊！哎，好久不见了。最近呢，外面好吗？哎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哎，你身体好吗？还可以啊。是我问你啊，那个马哥在哪？我马哥在那边。是吧？嗯，我带你去了。哎，老子带我干什么？看什么？看看不行啊！你小子也想挨打？对啊。不认得了。不认识我了。你谁啊？小的时候把我跟我哥打得满地爬，忘了。丁少华，我哥丁国华。丁老二啊，还想挨打啊？算了。听说你哥出事了？嗯，因为贩毒啊？这都知道了。怪不得你们家盖小洋楼了，赚了不少钱吧？啊，大把大把的钞票，跟流水一样。赚钱好啊，恭喜发财了。这种钱你敢不敢赚啊？什么意思？盖小洋楼啊！这是一个星期以前，在开阳火车站行李寄存处发现的冰毒。经过专家鉴定，这和上次在云城发现的冰毒是同一个品种，它的纯度要比上次发现的高出三倍以上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联合国禁毒署发来了消息，说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品种，所以他们已经把这种冰毒叫做中国冰毒。这个应该是样品，后边肯定有大宗的毒品交易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加大力度查到冰毒的源头，并且让它彻底消失。是。鉴于这种冰毒最新的出现地在开阳，所以你们马上转移到开阳去。是。那边暂时就是我的家了。我上什么学校？走。
800已经给你联系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了。入学会考虑吗？欢迎！情况是这样的，这包冰毒是9天前在开阳市火车站寄存处发现的，发现的很偶然，它本身在一个塑料提兜里放着，管理员在拿其他行李时不小心撞到了地上，发现是冰毒就报了案。我们及时封锁了消息，这包冰毒存用的时间是在前一天的下午4:20左右。旅客登记的内容我们查过了，全是假的。我们做了布控，等待提货人来取。一直没人来取？对，一直没有。他们会不会已经知道我们发现了这些病毒？应该不会。我们接到报案和我们到现场之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做了痕迹分析？分析了。冰毒的成分报告我们已经上报公安部了。啊，这个我们知道。内袋和塑料提兜的指纹鉴定我们做了仔细的分析，没有发现一枚指纹。冰毒存入的那一天，我们对火车站的所有的监控录像全部调出来看了。发现什么？什么也没发现。那塑料提兜我们在部里也没有看见。那个塑料提兜我们没有送到北京，我们做了分析。那我可不可以再分析一下那个塑料提兜呢？我们对塑料提兜做了仔细的分析鉴定，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麻烦你们再拿给他看。另外我想调看一下那些监控录像。好。4:20作为分界线，寻找4:20之前进去手里拿着白色塑料袋，4:20之后出来手里没有白色塑料袋同一个人。没有，我已经仔细看了，没有符合这个条件的人。再看，yes。好，我找到了。以4:20为分界线，我们都看了一下午了，找那个手拿白色塑料袋的人。不是白色塑料袋，是报纸。报纸？对，塑料袋上有报纸的小碎片。坐。王导，四点，好样的。你能给我一个足够的理由吗？一定要理由吗？只要一个就够。进来。
林总。签个字。上批货的单结了吗？结了，美国人很满意。帮我叫马哥进来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安心那边怎么样？也就那样吧。经常遇到一些赊账签单的，我看也挣不了什么钱。只要不出麻烦就行。进来。林总，消防和工商的来检查了。敢担香照鸡汤。